雨天撑伞前提要能防雨，但现代人撑伞还讲求个性，把雨伞当武士刀来玩，看到它的造型，大男生都忍不住了。买伞还附一个刀盒，伞柄做成刀柄，远看就是一把武士刀。现在卖伞靠造型取胜，买这个外套。猫爪子做防滑设计，挂着不容易掉，握在手里超疗愈。还有人买来放在柜台当做招财猫。挑伞的话，你有几个要件吗？伞面大，伞面大，不会漏水。还有这把拐杖伞，专攻老人市场，长度可以伸缩，没下雨也能辅助行走。其实不止造型伞，不少业者都开始针对特定族群研发功能伞。上车收伞，雨水把车子淋得湿哒哒，不如反着收，让淋雨的伞面向内收，可以集水，上车前把水甩干，地毯就不会湿湿的，而且伞面在收的时候也比较方便，不会卡到车顶。那在我们站上十月到目前为止也卖了超过200多只，跟去年比起来，它算是一个成长还蛮明显的趋势。超大伞面，直径120公分，四个人只需要带一把伞，或者是这把变色伞，白色小花一遇水就变彩色，不但在雨天中更显眼，看起来也很可爱。伞要怎么卖？拼造型，拼创意才是王道。这正中机关红岩俊县林台报道。